云阵打云阵，阵法无克制啊，阵法无克制。台州湾的话是我们熟悉的老牌服务器，对吧？严家族，严家族。好，一速，一速，二速，三速，四速。这是一速，五速，六七八九十。云打云，阵法无克制啊，兄弟们，阵法是无克制的。好，起来招蛇是吧？好，四个恶豹啊，直接清飞啊，直接清飞啊。这个棉球尾，兄弟们，这个棉球尾也是我们曲阜的一位新老板啊，这个棉球尾也是我们曲阜的一位新老板，对吧？好，当头直接戳飞一号，当头直接戳飞一号啊！宝宝去清蛇去了，宝宝去清蛇，直接造成了双招，直接造成了一个双招，对吧？对战方是出宝宝，对战方的话蛇配直接招的话是出宝宝。善报，我操，别善报呀，恶报！再报一个必杀，可以，再报一个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拉一波金刚。哇，女拔木可以出一波宝宝，女儿春可以水清，可以水清花果山啊，水清花果山，花果山直接出手，不水清的话也行，不水清也行，直接这个封女拔，方寸的话就空大堂去就行了，方寸去空大堂，女儿去空大堂了，不让大堂野兽。血条是吧？好，打开了。血条打开了，兄弟们，血条打开了，刚才没看到啊。天魔觉醒肯定是造成双招啊，造成双招的啊。对，你把招一招小怨灵没有毛病。飞一只蛇啊，拉拉金刚飞一只蛇是可以的。这把有当头的话会继续清一号啊，继续清一号了啊，兄弟们。走这种打这种2-2，今天上这种2-2这种啊，现在是稳啊，稳得很啊。212很稳啊，212空愤怒，他们是一束光辉。那边的话是这个什么，是这个国标啊，国标这种可以。青宝宝的节奏在的啊，青宝宝节奏在的，一刀一个小朋友啊，兄弟们，一刀一个小朋友。再来一个恶豹，这个幻魔就飞了。对，再来一个恶豹就飞了。可以，都是恶豹，可以，运气在的啊，运气在的。对战方女儿春一速啊，女儿春一速的话，女儿春可以招了啊。这个女儿春变了一个大牛，没有想过抢一速啊，没有想过抢一速啊，觉得对面应该是单风系或者双风系，没有想着抢速度啊，很自信，很自信。这把有神针有铜头，应该去神针了啊。神针的话试一下伤害也行。没有中，可以。对，效礼，大唐的话也应该效礼的啊，大唐花生四都可以效了。
铜头可以，现在不选择飞机，不给你加愤怒，不给你加愤怒啊！伐木烈焰秒可以，善恶出啊，善恶，善恶一定要出恶报啊，兄弟们，一定要出恶报啊！哎，可以，小怨灵直接 A 到二号，二号直接神了，可以可以。这把有沙威，有破天，可能沙威了，沙威去清这个宝宝去了啊。沙威清四或者清一都可以啊，清四清一可以。地府的愤怒，这三个愤怒点应该是够了啊，三个愤怒点是够了。现在招蛇的 CD 是不够的，招蛇的 CD 不够的。我们看一下女儿春会不会效力效力地府或者是大唐，没有，直接选择了大招控，我操，可以啊，顺势可以，挨个的破甲，化身没事干啊，只能挨个的破甲，地府去打光辉去了。蛇胚可以啊，我这个时候点杀清空他的愤怒啊，主要是清空愤怒啊，再来个恶报，两个恶报就行了，可以，再来一个，我操，再来一个恶报呀，三报死不了，不来恶报死不了啊。不要乱发弹幕啊，你们乱发弹幕的话我会请出你们到频道的。效力大唐，防止大唐金青，女拔的话愤怒点也够了，女拔愤怒点也够了，活血石可以造成双招了，下一回合可以双招了。大唐一直在找漫天，留愤怒找漫天啊！对战方的是第二条蛇，第二条蛇。台州湾这个服务器啊，也是可以的，兄弟们，台州湾的服务器也是可以的。所以说，打这种高端 PK 啊，我们一定要尊重每一个对手，稳扎稳打，尊重每一个对手。对，我们曲阜，我们曲阜第二轮的话上的是212，没有上我们常规的国标王牌，上的是212这种，对吧？蛇胚的话可以开一下花果山，让花果山去清宝宝去，花果山有当头，蛇胚可以开花果，花果可以清一号或者清蛇。花果开的话应该是清蛇去了啊，开花果山去清蛇，对，开花果山清蛇当头走，我操，你不清蛇吗？你有当头的话应该是去是清蛇的啊，这个宝宝的话随便两个三恶宝都可以了，两个恶宝就可以了，宝蛇，宝蛇的话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马上要双招了，兄弟们，意味着马上要双招啊，一定要达到这个双招的状态才可以把这个差距拉到最大化，知道吧，达到一个双招啊，这把还有当头，还有当头的话，按照他们的节奏是清宝宝不会去清蛇的啊，把蛇胚的话给蛇一个药活一下蛇，
保一下蛇就行了。不行，蛇胚的话还得开，还得开女麻木，让女麻木造成这个双招，蛇胚开，化成去活血，化成去活血可以。对，蛇胚开自己没毛病，化成活。化成活可以，宝宝再跟两个加药就可以了。对，当头一没毛病啊。刚根据他们的清宝宝的节奏啊，他不可能去清蛇的，兄弟们，不可能去清蛇。现在他们要造成双招，对吧？对，有两个宝宝卡血，再来一个。没有，就是一直卡了，一直卡的话也死不了，刚好也保住了，刚好也保住了。这把他们女儿愤怒不够，这个大唐这三个单位啊，有一个单位会接罗汉，有一个单位接罗汉的，化身四会选择招宠，对吧？继续当头四号，花果山继续当头四号就行了。女麻木跟秒，女麻木跟秒二，宝宝跟活血一把就行了，活血保一把蛇就可以了。活血保蛇，女麻可以跟伐木烈焰当头清四，是吧？女儿春可以效力地府或者是大唐，或者方寸，或者是大唐。效力女麻木了。也可以，这三个点我刚才说过了，这三个点是有愤怒的啊，这三个点不知道他会笑哪一个啊，不知道会笑哪一个，这三个点是有愤怒的。这大唐打着打着怎么隐身了？大唐地府的技能加的啊，兄弟们，地府的技能给的啊，地府给的技能，地府给大唐的技能，哎，凡魔烈焰秒到二号吧，兄弟们，没毛病吧？凡魔包秒二号啊，包秒二号。他为什么打五号呢？因为怕这个四号会防御，知道吧？怕四号会防御啊，直接杀的五号，直接杀的五号。小二零清飞的话，还得招小二零，还得招小二零。对不对？还得招小燕灵秒啊！你现在节奏这么好，你不秒吗？有当头有神针，去当四号也可以啊，当四号，直接把女王墓的愤怒给笑死了啊，笑死了，笑掉了，笑掉了。对，四号五号已经飞了很多了，已经飞了很多了，直接当头当四号去，四号宝宝还得飞，不神即飞啊，不神即飞，当蛇。清掉蛇也可以，他们给这个大唐地府给大唐修罗隐身，大唐只能平砍，兄弟们，给大唐修罗隐身之后啊，大唐只能平砍，没有别的操作啊，只能平砍。现在造成双招啊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对战方只要是没有罗汉的状态下，他们会很被动啊，很被动，被两只蛇咬的会很被动的。这把有当头，有当头的话还得清四，还得清四去，一四对吧？这几个宝宝都能清，啊，女儿春没事干，可以控一下女麻木，可以控女麻木招宠啊。我们看会不会控女麻木招宠，会不会？方正山的话没事干，可以反控一把，或者是控一把化身，或者反控一把女儿春都可以，都可以的，兄弟们。化成四没事干就是活血蛇，活血蛇就行了。兄弟们，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兄弟啊，没有点关注的兄弟帮忙点点关注啊，右上角点点关注啊，感谢感谢你们关注。蛇 OK， 大蛇助威了，开始，大蛇开始助威了，兄弟们，
这是直接清的，直接当的人吗？还是直接当的二号？二号飞了，直接当的人啊！直接当的人，人死啊！人死了，再来个恶豹，可以死了。进直播间的兄弟啊，曲阜的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兄弟帮忙点点关注啊！正在直播的是曲阜古庙对战台州湾，台州湾的女儿村一速倒地啊，一速倒地，一速倒地的话，对面就不好打了。对，控你招蛇对吧？催眠化成四不让你活血，对吧？愤怒点你放不出来，大唐没有办法。两个蛇咬一个直接飞，可以。当头一，一出护盾，不出护盾的话包死啊！不出护盾的话包死。操，他们真胆大，用一号去拉。哎呦，胆真大！这一波啊，他们女儿春、精青，对吧？女玩物换蛇。这两个单位是动不了的，这两个单位是动不了的。还有当头，还有当头的话，继续压女儿村也可以，继续压女儿村也可以。女娃直接秒就行了，女娃没有别的操作啊。直接罗汉，罗汉的话，大唐是有愤怒点的啊。大唐有没有愤？有没有人笑他？我们看一下啊。没有笑他的金青了啊。三千三可以，大蛇发威了，兄弟们。大蛇开始发威了啊！大唐出宝宝了，没有金青，没有选择金青。那我们可以在女娃金青了，得有一个金青点。他们女儿身一束罗汉，肯定有金青点的，肯定是有金青点的。罗汉结束完之后啊，兄弟们就可以冲了啊！罗汉结束了就可以出地厅了啊！罗汉结束就可以出地厅冲了啊！15回合，对战方大唐是没有出过任何技能的，也没破血过，也没少过，一直在平砍，是吧？一直在隐身状态下平砍。有当头，去当头大唐了吗？当头大唐了。为我们大曲阜开始加油助威啊，兄弟们，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大曲阜加油助威，给我们加油助助威，好吧。没有给主播点点关注的兄弟帮忙点点关注啊，帮忙点点关注啊。女儿春控就行了，女儿春控化人寺，女儿让方正山去控化人寺，女儿春控地府，可以效力都可以啊。女娃可以秒，有沙威，有沙威，有铜头，可以。这时候刷神之瀚海也可以了，刷神之瀚海技能是非常舒服的。对战斗，现在这个门派没有刷出来啊，这个门派是个大唐啊，兄弟们，是个大唐官府。门派没有刷出来，但是是个大唐官府。我们这一排宝宝，兄弟们，我们这一排宝宝还没有死一个吧？啊，我说了吧，你控地府或者是大唐或者笑都可以啊。方阵控化身，为什么方阵控化身呢？方阵控化身四是没有毛病的啊。化身四这个门派只能方阵山去控啊。女儿身控的话是有几率控不上的啊。直接。哎呀，我操！今天上午的时候说了啊，我们这个曲阜孔庙啊，无魂必舔，是不是？谁说的这个曲阜孔庙无魂必舔的，兄弟们？曲阜，我记得上午的时候有一个说的是暴脾气刘大吗？是暴脾气刘大说的吗？暴脾气刘大说的吗？是曲阜重无魂啊，必舔啊，除非曲阜重无魂必舔啊。对面女儿春没有喝酒，
对面女孩村有可能开化身寺，让化身寺去活血，活血女孩村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我们看这个方正山会不会点封，点封化身寺啊？会不会卡封化身寺啊？会不会卡封？直接笑化身寺，封化身寺就行了，他们就没有这个大特技的点，没有大特技的点，下把就可以出地厅，直接冲了啊！出地厅可以冲了。哎，我说准了。哎，兄弟们怎么样？女儿村开化身寺，让化身寺活血，对吧？只要我没说准啊，我说的他笑里是准了。然后这个卡封是没准啊，兄弟们，如果说卡封准了，这个是白白的出不了手啊，这个是白白的出不了手，会立正的，会立正的。直接立正了，如果说按我说的做啊，兄弟们，他会是直接立正了，这个化身是直接立正了，笑他是没有毛病的，是必笑他的。双蛇给他们压力很大，下把的话还得笑笑地府，双蛇给他们压力很大啊，绿一把可以，我的嘴是不是开光了，兄弟们，绿一把，我让他绿一把他就绿了啊，兄弟们觉得解说可以的兄弟们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吗，兄弟们感谢兄弟们的关注啊，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，这把有当头，当头去清人就行了啊，当头现在没必要清宝宝了，卡回合的话继续卡，我们看这个地厅的话应该是个快速的啊，应该是快速的，觉得我主播解说可以的兄弟给主播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啊，感谢兄弟们的关注啊，卡回合就出手了，兄弟们出手的话他们防不住的啊，防不住的啊，我们看几个笛子就行了，看几个笛子就行了，现在都有灵元对不对，有三个笛子的话对战方就没了，静清可以，两个笛子有了，一个笛子，方程笛子，化身笛子，可以，化身笛子可以，对着宝宝秒就行了，对着宝宝秒就行了。哎，我说神，我们的蛇也很给力啊，蛇很给力啊，直接神了，对吧？我说一把神又，蛇很给力啊，直接神了。对吧，我就是场外指挥，屈服的场外指挥谜底阿成，没有点关注的兄弟给点点关注啊，帮忙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感谢兄弟们的关注啊，直接神了啊，这个宝宝也是直接神了，当头化身寺死了，须弥冲了，下把的话拉龙魂召唤师，再下把的话拉白纸画就可以了，这个方程山也可以拉了，方程山可以拉了，这把来龙魂召唤师出来，龙魂召唤师出来，方程山的话也可以拉须弥了，方程山也可以拉须弥了，花果山刷一把对吧，刷一把技能就可以了，没有拉的话很稳，打得稳也可以，有当头，有双蛇，不拉须弥也可以。这没了吧，兄弟们？没了啊，没了啊！19回合也是恭喜我们屈服孔庙啊，赢得了第二轮的比赛，第二轮。173连五神坛第二轮的比赛啊，恭喜我们屈服啊，恭喜啊，笛子就没了啊，没有单位了你知道吧，没有单位了，两个笛子，三个笛子，来再来一个吴子晶姐，黄羊拉刚好出手，对出手走暴击再暴再来，还有单法，三轮车的单法吗？
四轮车的单法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恭喜啊！二十回合啊，二十回合打这个。